同志说，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人被欺负了100多年。今天，中国人被外国人想怎么捏就怎么捏，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一个空前团结的民族，就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巨人，中国巨人。回目历史的沧桑，放眼世界的风云，他的手能够触摸到21世纪的门扉，他一开口响彻的就是12亿的声音的中国，中国。